我张飞喝酒不落人后啊！二哥，我先回去了。且慢，三弟，喝酒千万别开车啊！放心，我千杯不醉。别逞英雄，酒驾害人害己，小心被重罚判刑。啊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当然，开车贪杯，保证你乐极生悲。那如何是好啊？简单，酒后回家指定驾驶：一、找家人载；二、请朋友带；三、叫小黄来。为了安全，那我还是搭小黄好了。聪明选择，酒后不开车，回家平安归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